圣天哥哥，你不想在这儿试一下吗？在这儿？疯了！楼上还有客人呢。客人？楼上的客人是客人，那我就不算是客人吗？再说了，这更刺激。沈瑶，你在勾引我？你明知故问啊！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圣天哥哥，你家的主人太土，我看一眼。我家菜不是祖传的，哈佛传男不传女，更不能给外人看。那一会儿我就不是外人了，是你的内人啊。真不行，就是自己媳妇也不行。近者不知吃罚酒，他出去了。臭小子，又是虫子刘胜天，是你叫他们来的？为什么？因为有人在使唤王厨师蔡伯。要出蔡伯，留你一命。可能。圣天哥哥，你可能坐一半就晕倒了。你是谁啊？我怎么在这儿？嗯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该不会是不想认账吧？我们都那个，按照大雕王朝的律法，我这辈子非你不嫁。大雕王朝？什么大雕王朝？我不是被小流氓打晕了吗？怎么来古代？我是在做梦吗？有感觉，不是做梦，难道我穿越了？啊，美女要欺我？天哪，我真是念佛不清。你愣着干什么？该不会是不想认账吧？哎，你说这是大屌王朝？不是你这个，是会飞的。建国的王朝皇帝是一位独臂的武功高手，他有一只一人高的大雕，同他并肩作战，于是呢就叫做大雕王朝。独臂大雕武林高手，这他妈不是杨过吗？不要仇慎祖陛下的大名。哎，咱俩很熟吗？我是干什么的呀？你呢，是御膳房的洗菜工刘胜天，我是你的小师姐，也是你未来的小媳妇。架空王朝，文化断层，科技落后，我一个现代人岂不是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？我要发达了！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，臭小子，是我女儿，我要给你点教训。哎，爹，让开！圣天哥哥，让开！我问你，你到底娶不娶我女儿？这是个信号。就这样，你还给我装傻？那个断门也根，让你净身当太监。哎，爹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你告诉我，贵妃非要吃家乡的君子，陛下宠爱贵妃，
要求膳房必须做出美味的天子宴，君子是皇子，可拿东西有毒啊！不再是当年的东西有毒，是贵妃说她没毒啊。必要求必须做出美味才能做到，如果能成，做不好就……丫头，你快回去吧。说晚了，轮到了贵妃，那整个御膳房都要遭殃了。臭小子，我今天就放过你，马上给我准备彩礼，二十两白银。 少个子儿，我就纳你正妃当太太。爹，二十两太多了，夏夏哥哥准备五两彩礼，意思意思就够了啊。你什么情况？幸好这张帅气的脸还在。臭小子，四娘的身份也是你敢霸占，真是活腻。 小子，还敢躲是吧？胆儿大了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四娘的身子也是你敢肖想的吗？今天我就打断你第三条腿，再不敢霸占四娘的身子。哎哎哎！苏姑姑，您今日怎么没有空来御膳房了？ 长公主最近胃口不是很好，想从御膳房挑一个厨子去小厨房做饭。三个谁做饭比较好啊？就你了，跟我走吧。长公主前些日子已经杖毙了三个，这小子死定了。哎，苏姑姑，能方便说一下公主厌食的症状？我也不希望你被迁怒处死了，早点告诉你。 你也好，想应对的方法。那我先谢谢苏姑姑。长公主自从守寡以后，变得非常差，亏水也不准时，时不时胸闷气短，还经常做噩梦。鬼压床，还是男鬼。太医瞧了，说是阴阳不调，肝火旺。这老是时运不振，这就是缺男人憋坏。你这可有消食化气、调节阴阳的食谱？听姑姑这么一说。 我或许有办法治好。长公主，快醒醒！御厨送吃的，请您品尝。 狗奴才，就是三本公主喝白粥，哪里去？哎，不行不行，我这白粥另有说法，公主听了之后再发挥。你要是说不出个理儿来，本公主打断你的狗腿。我这方法只能和您一个人用。大胆，你想对公主殿下做什么？你现在去，我倒要看看这个厨子有什么好法子。是。 你想干什么？这个是费罗蒙精油，是由万物精华提炼而成，能够提高你的情绪，让你更舒服。味道不错，手法也很舒服。除了您高大的胸，不对，除了您高贵的胸口，还可以，我在。<笑> 除了您高贵的胸口，还可以，我这东西是纯天然无毒无副作用的，能够舒缓你的欲望，这心情好了，胃口自然就顺了。你一个厨子，怎么懂那么多？这御膳房啊，有一门必修的功课叫做药膳，了解每个食物的药理。 是一个优秀的御厨，应该做的。我只不过将它拓展了其他领域。本宫姑且相信你，你先下去。对。
用力啊！快来人啊！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啊！用力啊！顶住我了！这是吃了菌子中了毒。原处五十万，原是洗菜的。要不就真正的饿了。妈的，叫你心疼。灌盐水，然后催吐。呸、啊！你这个登科子，谁信你的鬼话？醒醒，醒醒！我撞树的男人呢？啊！对我做了什么？这里没有壮汉，男人只有我一个人。你刚才吃了有毒的菌，出现了幻觉。啊！秦阳，你少给老子装清纯，老子救了你的命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你的主，你就是我的仆人。你要是敢不听我，我就告诉所有人，你是个知恩不报的小人。还有，你胸前那颗大黑痣，玷污我的清白。我不叫陈阳，我叫婉娘。我管你叫什么，看见你这张脸我就想揍人。你要不想挨揍就必须叫我主人。我才不要做你的仆人。你之前为了菜谱都想要我的命，我只不过是以鄙人之道还治鄙人之身罢了。我真的不叫陈阳，我叫婉娘，我是女大雕王朝23年，我住在陈家宝山村，我自幼就生活在那里。嗯，真不是陈阳？我真的不是。这世上真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，连胸口的痣都一样。你要不是陈瑶，我就不为难。但是以后在御膳房必须得听我的。奴婢谨记。洗手间在哪儿？洗手间是什么？就是茅坑。茅坑。哟，这不是小荣吗？看来四肢还挺健全。长公主真是对你手下留情。长脾气了。长公主赏赐，见金牌如见人。你们还想动手打人？都给老子跪下！都给老子跪下！奴才不跪，奴才不跪。欺软怕硬的狗奴才。讨厌。不要在这里嘛，等下被人发现了可怎么办？怕什么？万一被人发现了，咱俩就必须分开，长风就不做对象。别摸了，等待你摸进过来，你能不能帮我灭火？我也想给你泄火的，可我这个东西它没用。不过我给你带了很多小玩意。一定喜欢。我可不喜欢那些冷不丁的东西啊。宫里的老嬷嬷特都靠这些小玩意儿，三十不老，四十不惑的年纪，你要尝试试一下。那轻点。对了，等到了年纪，我想出宫。啊！
不行，出宫了，我怎么办？太监一辈子都在宫里出不去，我可在身上花了不少钱，出宫路都让你拿回去孝敬你父母、你哥哥。你媳妇花的都是我的钱，主公把我甩了，多吗？我不想一辈子伺候人，伺候老子。你想出宫，就只有死。你想杀人吗？嗯。你给我等着！没事吧？没事。小林师傅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快，误了时辰，皇后娘娘要打人的。是皇后娘娘的病人，我得赶紧走了。奶娘一直胃口不好，最近总发脾气。猜猜我是谁？幼稚！你想干什么？臭男人，一点情趣都没有。星爷哥哥，你在做什么饭？味道好香。这叫黯然销魂饭。黯然销魂？这饭比我还销魂。四娘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好不好啊？仙梅哥哥，你说你是喜欢在卧房，还是喜欢厨房啊？这也太开放了，那到底上不上啊？哎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别过来。哥哥，你到底是喜欢厨房还是卧房啊？四娘，这不行。沈念哥哥，我爹可是御膳房的顶级大厨，他就我这么一个女儿。你要是跟着我，这以后就是大厨的女婿，还可以继承我爹爹的衣钵。那要想成功，那得靠自己的努力。而不是通过婚姻一步登天，那叫吃软饭。就你嘴硬，饭到嘴边都不吃。沈念哥哥，我准备了两车嫁妆，你到底娶不娶我？皇后有子，娘娘近日胃口极差，已多日未用晚膳，已经出现胃疼症状，让我来找厨子去做夜宵。你在御膳房做吗？去皇后小厨房。快点走，厨房有规定，过了时辰不能开火。谁在外面？我是御膳房的，做了点小点心，送给皇后娘娘尝尝。小翠，你去看一下。是。
低着头不许乱看，小心惹怒了娘娘，挖了你的眼睛。你是谁？怎么会做这种？越看越像我暗恋的女神，她难道也穿越了？宫廷玉液酒，百花一杯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顾的模样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顾的模样。你在说什么啊？我怎么真的听不懂？啊，你先下去吧。你，我是穿越来的，年前因为一场车祸。你呢？我是前几天被人闷了一闷棍，我就穿越过来了。我终于遇到了一个能陪我说话的人了。你快跟我讲讲，这古代好玩吗？哎，皇上长什么样子？哎，你是怎么当上皇后娘的？还有就是，你怎么了？一个追求自由的现代女性被圈养在这深宫中，你觉得能开心吗？你再看看我这儿，说是皇后的寝宫，可冷清的比冷宫还要冷。那皇上为什么不来？他来干什么？我又不想要一个朝三暮四，我只想要一个能陪我说话的人。可是君王无情，只有政治联姻，没有爱。我来了，这不就有爱了？那你就留下来给我做饭吃啊！不过我要告诉你，我这里堪比冷宫，俸禄倒是比御膳房会高一些，可其他待遇跟御膳房差不多。咱不谈钱。这谈钱多伤感情。我已经征服了这个皇宫里最有权力的两个女人，只要不遇到皇帝，我就可以横着走，看谁还敢欺负。看来娘娘对刘大厨很是满意，今日比平时多吃半碗饭呢。他做的呀，都是我家乡的菜肴，我吃的顺心，忍不住就多吃了些。家乡的菜，我怎么都不认识？我从小可是都跟着娘娘的。不聊这些了。娘娘，这些可都是你很喜欢的味道。这些香膏呀，适合秋冬使用，现在天气太热，涂上十分容易。娘娘，刘御厨求见。嫔妃，这是什么？昨天发现娘娘喜欢花香，于是我连夜榨取了一些花朵的香味，制成了这瓶香水。你还会做香水？这么厉害，好好闻啊！你喜欢就好。感觉又回到了穿越前那个时代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我为我昨天偷看你洗澡的事向你道歉。你不必自责，我并没有生气。你要记得经常去长公主那里，她脾气不好，你要是去晚了，小心被罚。真想醉死在娘娘的体香中。你这是干嘛呀？你敢背着我勾引其他女人，你是真不想活。娘娘，我什么时候勾引别人了？你真的没有勾引皇后和那个小厨娘？我没有啊，那个吕四娘她非要嫁给我，我不喜欢她呀。我皇后是因为她想找个御膳房的厨子治她的胃病，她恰好选到了我，我是清白的。这两鞭子是本宫警告你，敢背叛本宫就要付出代价。给个三百。
本公主今天要你好好按了，按舒坦了你才能走。哦，啊，好舒服啊！啊，再用力一点。啊，啊，你弄疼我了。按摩不使劲啊，起不到舒心活血的作用。行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手指真长，骨节分明。哎，公主殿下，这晚膳时间到了，我去准备。站住！站住！你做本公主的驸马，当人真是不好，总要洗，烦死。赵公主，小的就是个厨子，无才无名的，何德何能做您的驸马呀？你是怕死吧？你是怕我真的克夫，让你成为第五个死鬼？不是，我不是迷信的人，我也不相信您克夫。这个您的驸马应该是高官之子，考场精英。我就是个厨子，我不配做您的驸马。嗯。你真是这样想的吗？灰公主，小的都是说的真心话。那你就做我的面首。这个女人就是看中了老子的帅气。我的女神是皇后娘娘，可不是你这个淫荡的寡妇。可是你要是拒绝她，会不会真被打死？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先答应她了。小的愿为长公主服务。既然答应了，你等什么？本宫已经守寡一年了。哎哎哎！公主，公主，我还没准备好呢。哎！不行，你非不喜欢吃这个吗？吃这个，你就是不喜欢。刘大厨，四娘，这么晚了还在研究菜谱？殿下要设宴与贵妃同乐，御膳房包厨两队分别要做出十个菜，供宴会享用。这次是荣誉之战。我们这一队啊，绝对不能输。那我能帮些什么呀？你呀，啊，你除了洗菜刷碗，能干什么？哎呀，吕大厨，这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，不要瞧不起人吗？就凭你，比试一下。来。你的刀工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我不光刀工，我还有更厉害。喜欢吗？嗯，送给你。谢谢那个哥。嘿，你小子不是刮目相看。而是脱胎换骨啊！这次我有资格参加同乐宴吗？有，当然有。你做我的助手，是御膳房的二厨子，负责食材搭配、花边和摆盘。OK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咱们研究的菜谱不见了，那可是要参加比赛的菜谱呀！你在说什么？爹，咱们的菜谱不见了，十个菜，爹，你还记得几个？
我的脑子越来越记不住东西了。那些菜样式我倒记得，可是最佳的配比我实在是想不起来呀。这可怎么办呀？放弃吧，大不了你做大厨，做帮厨。那怎么行？做大厨是备受尊敬的，去给人家做帮厨是会受气的。像您这个年纪啊，也受不了那鸟气。是偷菜的人，是御膳房内。看，这些珍贵的药材和食材都在，还有厨娘们的簪子，证明他们的目标很明确。不就是菜？你太过分了，去找他们算账。哎哎哎！无凭无据的，你去找他们，只会被他们反咬一口。现在我们不能退赛了，就正中他们的下怀。我们要做，就一定要赢下这场比赛。今天让你见识见识现代人的厨艺和智慧。走着瞧。摆好了。别哭，让人听见笑话。我们都裂了，我们怎么办呀？一看就让人动了手脚。四娘，去给我备点新菜。直接办吧，设备好了。陛下，饭做好了，可以用膳了。这么快呀、啊？这么快就好了，快端上来。好呀，这要怎么吃啊？此物名叫火，可以涮肉，可以涮菜。可以算世间万了，只要能吃的都能放这里边饭，还调了三种调料，可以蘸着。嗯，好吃啊！朕喜欢这种新奇的吃法。今日宴会的主菜就是这个火锅了，另外一顿就做配菜。皇上，小人不服。比赛十道菜，火锅只算一道，怎么能作数呢？你是在质疑朕的决策吗？小的不敢。皇上，臣妾也觉得这火锅只能算一道菜。贵妃此言差矣，刚刚刘大厨说了，这火锅可煮万物。那请问这世间有哪道菜可煮万物？我看皇后娘娘倒是蛮维护这个刘大厨的，难不成你们二人有什么猫腻？贵妃，你说话应该注意一下。你这么说不仅是在侮辱我，也是在侮辱陛下。这后宫女子皆为陛下所有，别人不可干。皇上，好了，张大厨想要表现，以后还有很多机会，赶紧去做菜，误了好时辰，朕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是，皇上。皇兄这儿有好吃的，竟然不叫妹妹。皇兄万岁，皇嫂万福子。皇妹啊，朕怕你一个人在公主府寂寞，特意把你接到宫里来，朕可是最疼了。快来尝尝这个火锅。早就领教过刘大厨的手艺，这不仅饭菜做的美味，还有各种新奇的想法，不是那种照本宣科万年不变的老思想。这种人啊就是人。张大厨是色香味俱全，但花样太少。刘大厨主打创新，一炉热汤底将菜和肉烹制成火辣美食，冲击朕的味蕾，给朕从未有过的体验。二位厨艺都很精湛，都可以获得奖赏。此外，刘胜天正式晋升为主厨。哎，你说你是怎么勾搭上那个长公主的？竟然帮你出面，替你说好话。长公主是吃了我的药膳，治好了心病。那皇后娘娘呢？你又是怎么勾搭上的？竟然为了你顶撞宠妃。那皇后娘娘，她也是吃了我的药膳，治好了疾病嘛。
你跟他们真的没关系？有关系啊，骗你。申天哥哥，你要记住，我才是你未来的媳妇儿。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我不会娶。刘申天，我恨你。你来了。是你把那小女孩弄哭的。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，我也是为她好。你做的那火锅确实好吃，我没吃尽兴。你一会儿到小厨房给我做些现代吃。哎，我现在就去准备食材过去。记得来寝宫找我。这道菜叫做，这是松鼠桂鱼，这是糖醋里脊，这个是麻婆豆腐。每次点外卖的时候，这道菜都打折，是凑单菜。点外卖，我都好久没听过这个词了。我想开家店。开店？因为我想有了足够的钱，就跟皇帝谈判，让他给我自由。你不想再在皇宫？我从嫁给皇帝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想着如何离开这里了。我的灵魂是自由的，不想被困在这深宫之中。我帮你。哎，咱们开家店，我把现在的菜肴全做出来，咱一定能大卖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不过在遇到你之前，我想开家青楼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天天出宫，所以开青楼我可以找老鸨来帮我打理。现在有了我，我保证咱们的店那就是京城第一。娘娘，贵妃那边派人过来，说要让刘大厨过去一趟。李飞，他不是和殿下一起用膳吗？要我的厨子干什么？没事，我去去就回。啊！让进给我，让进给我。啊！舅舅，舅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轻点，就这儿，再用点力。娘娘，太子殿下，快帮婉容看看妆容如何。难道这是闭月羞花，强留我们，就是不施粉黛也能动人？叫太子殿下进来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太子殿下。您来了，您交代我的事儿我办砸了，那个厨子没上呢。无妨，不过就是想在御膳房安排一个引线，他不是，还有别人。既然在饮食上动手脚，送给陛下的每道菜可都是要宴请。这不用，我有我的安排，你只需要伺候好布防就行。太子殿下。娘娘，今日我不便酒，下换个身份。那你记得要来啊。来人！娘娘，传那个厨子来见我。贵妃娘娘凤体安康。来的路上没发生什么事儿吧？托娘娘您的福气，没有。我听说皇后和长公主的膳食都是你在做的，本宫也想尝尝你做的饭菜到底有多好吃，能让他们为之神魂颠倒。哎，娘娘谬赞，这御膳房的大厨手艺都很好，娘娘要是喜欢，我可以给你推荐几个。我想吃你的饭菜就这么难吗？哎，小的不敢。那个小的今日没有准备食材，御膳房过了饭时，按照宫里的规矩就不能再开火，请娘娘恕罪啊。那就明日，明日刚好我同皇上一同用膳，你来殿前伺候。小的领旨。娘娘就这么放他走了？放他走还能怎样？你们这群废物，连个美人计都用不好。本来以为可以拿捏住他，就可以在皇后和长公主的膳食里下毒，如今看来只能从长计议。听说跟他比试的那个张大厨对他怀恨在心，我们可以好好利用一下。姓刘的，这个小子居然偷了我的菜谱。
这是我家祖传的菜谱，传到我这儿已经是第四代，没想到毁在你的手。你胡说什么呢？谁给你菜谱？太不成了。昨天晚上我派人一直盯着你，你去了我的住处，随后你鬼鬼祟祟的出来。太不明智了，不是你偷的，是谁偷的？王婉莹，放屁！你敢骂什么呢？贵妃娘娘，在御膳房如此吵闹，让人看见成何体统？喂，贵妃娘娘，此人偷了我的菜谱，我要禀明皇帝，让皇上砍了他的狗头。你没有证据证明是我偷了你的菜谱，现在就断定我是贼，是不是你故意污蔑我？第二，我有不在场证明啊！你丢菜谱的时候，我刚好就在贵妃娘娘那，根本无暇分身。你是在本宫那里吗？我、本宫确实传召了你，但具体什么时辰，我不记得了。娘娘，你仔细想想啊。哦，我记起来的，应当是在晚膳之前吧。对呀、娘娘，你不能睁着大眼说瞎话呀。滚，敢质疑本宫！来人，把这个偷菜谱的小贼给本宫捉起来，狠狠的打到他招供为止。啊，干什么？四妹哥哥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贵妃这是要屈打成招吗？长公主怎么来了？这御膳房贵妃能来，本公主就不能来吗？当然可以，不过这御膳房捉贼的事儿，长公主也要插一脚吗？本宫当然不想插一脚，但你们要抓的这个贼是本宫的厨子。本公主一天不吃他做的饭，就抓心挠肝的难受。你把他抓走了，谁给本宫做饭吃？那赏公主的意思是，这贼就不抓了。抓呀，当然要抓，但是无凭无据，不乱抓人，那可不行。贵妃娘娘，您传唤我的时候是在晚膳之后，您想让我做饭被我回绝了，你也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记恨。和别人一块陷害我呀！再说了，我的人证可不止一个，你们不想见皇帝吗？好，我们去御前对质，我相信皇帝英明神武，一定能还我的清白。这么点小事就去御前，你们是真不怕把皇帝惹怒了，满门抄斩？贵妃可不要下狠，本公主已派专人去查，很快就会有结果。回禀长公主，太不找到了。在哪儿找到的？在张大厨包裹内有发现。在哪儿找到的？在张大厨包裹内有发现。经过核实，这就是张大厨的祖传菜谱。找到就好，找到就好。我想这是一个误会，咱们同事御膳房工作还要好好相处啊。现在有证据，就好比像。刚才怎么对我喊打喊杀，抓住不放了？我刚才不是赔礼道歉了吗？你还要我怎样？我要你跪下给我磕头认错。大哥，为什么？呀，糟了，我被抓贼了，我这午膳没预备啊。翠娘，上菜。是。这是何物啊？回禀陛下。此物名叫烧烤，和之前的火锅可合称美食二绝，万物皆可涮锅，万物也皆可烧烤。好，陛下，您尝尝。好吃啊！烧烤美味，才子醉，酒酿微醺，佳人娇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奖赏？陛下，您得给小的做主啊！小的被人诬陷是小偷，他们知道诬陷后还不道歉。你的事朕大概了解了一下，做人呢要有德行，无德之人朕不会留在身边的。从今以后御膳房又只有一个大厨，就是你刘大厨。天哪，我竟然又认识了，以后整个御膳房都是我的。谢陛下。多谢你啊，贵妃哥哥，被皇帝先封为御膳房的主厨，
整个御膳房以后都是你的了。宋哥哥哥，你就这么厌恶我吗？我不是厌恶你，我对你没有那种男女非分之想。四娘，我一直把你当做亲妹妹来看。哎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咱俩可以拜把子。混蛋，臭男人，谁要跟你拜把子？啊！四娘，对不起，我不喜欢你就不该耽误你。你是个好女孩。你小子最近风头太盛，小心当了活靶子。我也没干什么呀。哎，我最近用现代的配方配了一点壮阳的药酒，皇帝陛下一直喝着，效果还不错呢。你为什么拒绝吕四娘，而选择我？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？不需要吗？需要吗？皇后娘娘，不要叫我皇后娘娘，叫我敏敏。敏敏，好，皇后娘娘。我想要个孩子。要呗。我说，我想要个孩子。你想向我接种？你想向我接种？我想好了，怀孕之后我就去守皇陵，我要让我的孩子为永仪工程的贡献都报答。你向你接种，那皇帝怎么办？他不喜欢我，也从没碰过我，他忌惮我娘家的势力，所以才封我做皇后。我们两个之间只有利益和牵制，没有一丝感情。你放心，开设饭馆后，按照我的能力，一定能赚很多钱。等我富可敌国的时候，就带你离开这个地方。皇后娘娘，刚刚刘公公来旨说，陛下邀你到小河边小聚一趟。知道了。你要想在外面开店，就必须有人帮助你。拿着这块玉佩到怡红楼找那里的花魁。他会帮你开店，这是我在宫外的据点。我来到这儿之后，所有的宫外势力现在就全交给你了。太爷公子，您来的可真是时候，今儿啊是我们花魁见客的日子，您这儿请。二爷，你喝酒。哎，我不是来这找你的。那，谢谢大爷，您是来找花魁的吧？嗯。这花魁娘子何时现身啊？哎呀，我就是为了看花魁娘子，都在这儿等几天了。你们这算什么？我为了一睹花魁芳容，那可是赶了几百里路才到的这怡红院呀、啊！真叫人望穿秋水呀、啊！各位大爷，花魁来这面相就是逢年过节，苏妲己不过如此。我写下两句诗词，能对上此诗者，可与我独处一夜，可谈论诗词歌赋，也可听曲喝酒。对诗的要求是，意境更美，情意更盛，方可胜出。落花与之盖同飞，杨柳共春情一色。群山碧水，天水相连，落花与枝盖好似齐飞，杨柳春齐，上下自浑然一色。
上下诗句自成对偶，要想诗意更甚，绝非易事。圣坛可有佳句能与之相调？你让我再想一想。这显然是花魁故意设下难题，想让你我知难而退。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好诗呀，我认得你。大前天在菜市场采购食材的不就是你吗？一个厨子竟能做出这么好的诗。一个厨子？厨子怎么会写诗？我看这小子一定是抄袭。就是抄袭可耻，厨子啊都是文盲。君子远避厨，你这个人就是个骗子。一个厨子既然能有钱来逛青楼，莫非是他偷来的？不仅偷钱，他还偷诗呢。对呀。够了，你们不要自己对不上就诋毁别人。还有一会儿时间，你们谁还要再对一下吗？什么事啊，这么热闹？公子他怎么来了？他怎么来了？这京城第一才子，我们更没机会了。陶夭夭啊，陶夭夭，亏你还是阅人无数的花魁，竟然让一个废物来参加比赛，你这眼光真是越来越低，品味越来越差了啊！听闻周公子是京城第一才子，曾以为是个风流的人物，没想到是个只会打嘴炮的小曹子。什么意思？不服气是吗？你这种人都能自称才子，那是大雕王朝的诗坛都是乐子。我的才华与国无人能及，公认的第一才子。可真是出口成章，自以为会几首诗就自称第一了。哎，要不咱们比试比试？好啊，我很佩服你，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在这京城我敢称第二，就没人敢称第一。哎，这单论斗诗多没意思，咱们下个总部。你要是输了，就永远不能踏入这个迷宫院。我要是输了，任由你使。好，你要输了，我让你断食，不能写字；断食不能吟诗，还要把你打成一个废。姓周的，你别欺人太甚。公子，你别答应他。哎，无妨。花魁，你来出题。周公子不反对。美女出题，我心悦之。论诗词歌赋，我就从来没有输过，更没有怕。今天就当着花魁娘子的面，整死出题吧。吾的闺名叫陶夭夭，二位就以桃花为题，各作一首诗吧。行，哎，你先请。桃花，白居易先生，对不起了。借您的诗意，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长恨春归无觅处，不知转入此中来。好一句，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好诗呀。好啊，当得上千古绝句啊。山高地深，时节绝晚，世人在为春光匆匆不住而惋惜，但细读真会发现，这首小诗虽然平淡自然，却意境深邃，富于情趣。好诗，好诗呀。周公子请。算了，你给我等着。刘公子啊，你好厉害呀、啊！我不是来吃喝嫖赌的，我是来办证。办证是？是办床上的正事儿吗？你是姐姐派来的人，姐姐在宫里过得好吗？敏敏是个机灵的人，虽然在宫里被掳过，但还算活得自在。5年前
是姐姐救了我，不然我早就死了。敏敏把玉佩交给我，是想启动宫外的势力，为以后离开宫里做准备。那你有什么打算吗？我是个厨子，我打算开个餐馆，获得一些资金，帮他以后离开宫里。也对，没钱寸步难行。现在皇城商机遍地，开设餐馆倒是个好主意。我派人帮你打听一下哪里有店铺准让，盘下来给你。你想折腾死我吗？我这是在满足你的要求，你不喜欢吗？讨厌，就过了。我联系上了陶瑶瑶，明天就去看铺。收铺子的钱够用吗？够了，那地方是长公主的，市场价三成就拿下。长公主也喜欢你？他们喜欢我，证明你眼光高嘛，宝贝。话虽没错，但我一想到别的女人喜欢你，心里就不舒服。还好长公主实力大，以后东窗事发，她也能帮你周全。我要靠自己的实力帮你离开宫，长夜漫漫，不如继续。我奉命开业大酒席，全京运送队十万的贵客，酒水一律一杯。我这个东西啊，没听说过。我得试一下哥。姐，鸡很好吃，怎么就是没有人呢？各个二位，新店，我们尝尝呗。尝什么尝呀？上次的事你忘了？去了一家新店，吃坏了拉肚子。再说这火锅听起来就很燥热，肯定不好吃。走吧。哎，二位，新店开业大酬宾，酒水免费。免费的，不尝尝呗？客官，而且我们这儿是新美食，真的很好吃。能好才怪，所谓便宜没好货，好货不便宜，到时候吃坏了身子，吃亏的是咱们自己。姑娘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二位尝都没有尝过，怎么知道我们店里面不好吃？哎呀，你快看呀，这店还整了个狐狸精当门面，这能是什么正经好店呀？这还没吃呢，就凶巴巴的，我看。狐狸精，你少勾引男人，还配公子？怎么样？大人，今天一分没赚。哎，别灰心，按照这张纸上写的做，保证你大卖。按照这张纸上写的做，保证你大卖。火锅店开业大酬宾，凡今日入店吃饭的贵客，酒水一律免费。开于百银抽奖活动，人人都有希望获得白粮奖金。还有，极辣大王挑战，在指定时间吃完指定食物，可以免单，合法的吃包餐。我要挑战大胃王，我那是十分。好，一定要还有要。好好好。哎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客官，你慢用。嗯，很好吃。这味道太对我口味了，太香了。哎呀，今天真是辛苦你了，喝点水。哎，累死我了，大人。这比我进一天课都还要累呢。我们今天请演员送白银免费吃，一共花了多少钱？店内消费一共花了162两，请演员花了50两。幸亏这个店铺是咱自家，不然的话亏损更。大人，
那我们明天还要继续吗？当然要继续啊！只有制造足够的血毒，才能让我们店从京城影视行业里面脱颖而出。哎，瑶瑶，明天给我找四个美女过来捧捧场，她们什么都不用干，只需要站在门口，见人就甜甜的喊上一句“欢迎光临”。小美人儿，你家的招牌菜是什么？哎，客官客官，您先找个座先坐下。这是我们东家，只负责收钱，不负责接待客人。欢迎，来来坐。客官，这是你家菜谱，你看一下。这是画册。这个呀，是我们店菜谱，上面的菜我们店里都有。那就给我来个火锅吧。好嘞，客官，您是我们店的新客，这个呀，是我们店的代金券。您下次带亲朋友来就可以使用，结账时呢为您减免十两。好了，知道了。我过来喽。客官，接下来我说的话非常重要，关系到您能不能享受到美食。首先呢，把我们家的肉放里面涮一涮，七上八下，等熟了之后呢，沾上我们店秘制的这个酱料，然后就可以吃了。哦、啊，明白了。好了，七上八下，好好吃啊，好嫩滑。嗯，这火锅实在太好吃了。这火锅重要的是汤底，等我把这汤底弄明白了，就能做出更美味的食物。大人，看什么啊？这么入迷，连饭都不吃了。我在总结今天的漏洞，制定明天的策略计划。在店里忙过头了，反而不饿。大人，您不是常说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吗？您多少吃一点吧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未来的驸马乔迁新居，怎么我都要过来看一看，更何况现在多了个小妖精本宫过来，才几日不见你就有了新的红颜知己。你是这座花盆红妖妖的是我的好朋友，不是你想象的关系。卖艺不卖身，说的银子给够了什么都没有。长公主，你莫要误人清白。婊子有什么清白？我们在聊那个投资赚钱的事，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握手关系。赚钱啊？那本宫也要参一脚。来，吃块肉。来，吃块鱼。干什么？吃饭。再吃一口。No， 是病的。啊，好痒！哎呀，好痒啊！哎呀，闹不闹了？不舒服，好疼啊！还闹不闹了？你放手！哎呀，不！我这是足底按摩，可以调养身子的。
你这个手好像有黏腻一样，足底按摩好舒服。我这才用了三成，我可要加大力度。按照中医的角度来说，你那个穴位是肾，到时候你找太医看看，也可能是肾虚。你才肾虚呢，本公主夜夜笙歌也不会肾虚。我这是肾虚，你难道不应该最清楚？人家今晚不想回宫了，自从你开了火锅店，都冷落人家了。我这冷落谁？不，嗯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不开心吗？是因为长公主？大人，你要成为驸马了吗？驸马只允许公主一个人。我不会做驸马的。真的？你是不是喜欢我，想嫁给我呀？讨厌，大人你一直哭啊。想跑？真是小坏蛋。你们男人就是喜欢我们这样的坏女人吗？我大多数都住在宫里，很少回来。你可以随时来这儿。那我就是女主人了。那要看你表现。御书大人，陛下有急事召你回宫。太后因为将军粮草之事质问朕，是不是不合时宜啊？什么叫不合时宜？我的娘家人全部在战场上，现在粮草出了问题，他们有可能死在战场上。请奏陛下，御膳房的刘大厨请求面圣。是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太后娘娘。万福金安。太后最近肝火旺盛，胡太医说需要药疗加食疗。刘大厨，你去找胡太医，研究出一份合适的菜。是。陛下不要转移话题，是粮草的问题还没有解决。你先退。大厨，太后喜欢吃的是面汤和面食。太医觉得可以在面汤里面添加点温补的药物，但是又害怕这个药物会影响食物的味道。太后和皇上吵什么呢？唉，之前送去的粮食被大水冲走了，如果现在要准备的话，至少要三个月才能送到战场，到那个时候将士都饿死完了。在你们这个时代，将士们都吃什么呀？冰粮的话大多是粟米，现在不是收粮的季节，只能向各州府调度。戍边战士会吃的是一种干扁的那种拿嗓子的糊饼，唯有上阵杀敌的将士才会分到点肉干。在这个没有烘干机的时代，大规模制作肉干需要很长时间。大叔，咱还是快点做饭吧。储存时间要久，运输负担要小，还要马上大规模生产。方便面不就是最好的选择吗？这探子回报，方便面已抵达了战场。由于吃的方法很多，受到了将士们的好评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奖励啊？魏侯处理，不求赏赐。好，
哀家就欣赏你这种直率。哀家听说你还开了家火锅店，哀家就是想知道这火锅店好吃吗？哦，小的现在给您拿过来。红的，那就有红的。红的在哪儿？从锅里夹出来的。这很热乎，怎么可能会有活物？这是锅里，是从这里面夹出来的。你这个虫子好像是食肉的吧？你要说它是常青虫，我无法反驳你。但是你这个虫子是要食肉的，它怎么可能出现在菜叶里，更不可能出现在你的菜里边？说，谁雇你来的？不说是吧？小二在。报官。好。像你这种人，就该去吃牢饭。哎，你跑什么？啊？这什么情况？怎么跑了？大人，你好几日没来，他们来火锅店闹事，来了好几波了呢。还敢来我店里闹事？嗯，你没事吧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今天闹了，少点吃。嘿嘿，吃着喝着，喝着吃着啊！今天我高兴，都免单，敞开了吃。说是这样，长出了很多巴掌大的大虫子来，现在动作准备咬伤了。行，没事，等下。姐没事，等一下。这不是小龙虾吗？前几日后院遭贼，我们核对物品发现什么都没丢，就是没检查这口井，没想到被人投了虫子，这污染了水源啊。哎，这可不会污染水源，做成美食绝对香到你想吞舌头。大人，啊、这虫子能吃吗？这当然能吃，这可不叫虫子，这叫小龙虾。你别看它现在长得丑，一会儿我让你看着它直流口水。哎，咱还有代替的井水吗？有，和邻居讲过了，先去他家取水。哦，哎，这口井给我看好了，这点小龙虾还不够我一个人吃的。哇，好香啊！大人，上次被馋到还是你做的那个火锅汤底呢。尝尝。哎，这个东西变成红色，好像也没那么糟糕了。大人，这个什么时候可以吃？这小龙虾可热，还要一会儿才入。这又怎么吃？看好了，嗯，给你演示一次。嗯，就是这个味儿。嗯，就是这个味儿。难道是什么？公主，你一个花魁待在自己的妓院，总往我家火锅店跑，是不合适。火锅店刚开业，大人正好缺人手，我是来帮忙的。哎，对对对，缺人手，那本公主也可以来啊。哎，公主莫说笑，您那是千金之躯，我这小店容不下您这尊大夫。他行，本公主也行啊。行，这几天这么火爆吗？哎，虽然本宫已经三十岁嫁过，可本宫的魅力依旧不显当年。克夫的寡妇有什么好愁眉？那是岁月不败美人，姐姐曾经可是京城第一美人呢。大人，我给你来一支舞吧。好啊。好。
累死本公主了，过来给我按按。站了一天，腰都快断了。趴下吧。这儿？不然呢？那我不站起来。哎呀，就是这儿，用点力，真舒服。哦，怎么样？真舒服。啊，你好厉害呀！哟，谢总，谢总。哎，等一下，一会儿把我藏起来的小龙虾打包装，我要带进宫里。好嘞，嗯，给您先生送过去。你怎么知道？嗨，您是没发现，您每次提到宫里那位的时候，总是会开心的笑，和您平时接待客人的笑又不一样，反正就是打心底的开心。你少给我贫，装下去。好嘞。有吗？自从开了店之后，在宫里陪你的时间越来越少。我知道，等你火锅店步入正轨，你就可以清闲下来了。对了，你当时投资我那个钱啊，我已经还给了怡红文，到时候你去账房查查就能查。最近天气太热，我总食欲不振。不过这小龙虾还真是好吃，我许久都没有吃这么多了。这我也是尝试了两次之后才敢做给你吃的，除了花魁之外，没人有这个口子。要是幺幺听到你这么说，肯定会生气的。你有没有想过要替花魁赎身？他在口信里表示对你很有好。我替花魁出身，你不吃醋吗？我不能一直陪在你身边，所以我要找一个靠谱的人陪着你。而且你自己要小心一点，太后似乎对你很感兴趣，在一直打听你的消息。那我得找机会再见一见这个太后。太后是我的远房姑母，您并不好相处，而且她并不是陛下的亲生母亲，手握兵权，陛下十分忌惮。放心吧，我自有分寸。再强的女人，她也是女人，一定喜欢美好的东西。今晚你还是留着过夜吧，过几日我要和陛下去泰山祭祖。可能要去一个多月，还是不能见到。那还等什么呢？太后，御厨刘正天酒店刘礼公司的证明。这小子又有什么新奇的玩意？传。太后娘娘，万福平安。起来吧。这是一套香子，比香膏手上更方便，比香囊更浓郁，用完都是好。香水，拿来我看看。哎，太好，这是火系香的玫瑰香，味道浓郁，热情似火。加了一丢丢的催情剂。嗯？哦，太后您放心，只有一点点，不会起反应的。这最多就是。心跳加速，爱情来了的感觉。这心跳，我真像我十九岁见到先帝时候的感觉。嗯，这东西我喜欢，收下了。太后别着急呀，这三套香水各有特色。这个是清新草香味，味道很淡，但留香最久。这个是浓郁本香味，糖果超甜。嘿。
这礼物我很喜欢，东西我收了。哎，说吧，你有什么事儿？小的有个赚钱的想法，但是需要太后您的支持。这所谓背靠大树好乘凉，小的想抱您大腿。你不是都开火锅店了吗？还不买菜？这饮食行业利润不高，但香水就不一样了。那有钱人的大小姐，她愿意花几十两甚至几百两买香水，这一用用半年，他们还觉得老实了。不管什么朝代，爱美都是女人的天性。为了美丽投资，也是女人主要消费之项。你想要我帮你什么？还是给你什么特权？小的听说您这花园里有一种国花，味道极其浓郁，这只有您花园才有。小的想采摘一些进行培育。你想培育？嗯。你可知这花的生长条件是什么？嗯。这种花是要长在腐尸上的，三年一开花，三年一结果，结出来的果子可以治疗尸骸。这种花还有一个恶毒的名字，叫冥花。你想要培育这种花，就要不断的有尸体。你能提供吗？这个我自有办法，无非是肥料的问题。如果我不允许呢？这收益三分之一做军饷，剩下的全部五分。好，我同意和你一起开香水店。谢太后成全。哎，大人，哎呀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正常，不再是贱籍了。我自由了。就为了这张破纸，老子费尽口舌花了多少白银，你知道？都解决不了问题，那还是皇家的金牌有用。我就把那金牌拿出来，往那户籍官面前一摆，那户籍官他当时就吓尿了。你这么一骗人，笑死你！啊，你怎么跪下了？大人的大恩大德，要用无以为报，还请大人让我留下来照顾您一辈子。快起来！这最讨厌别人动不动就下跪，我在宫里下跪那是身不由己，这出了宫就看见别人下跪我就烦。你说你要跟我，那你知道我有心爱的人吗？我知道，你喜欢的那位在宫里出不来，我可以做你的小妾，实在不行婢女也行。我说你这个人呢，都脱离了贱籍，这思想怎么一点都没进步？我不会让你做婢女的。哎，正好我这店里需要有人打理，你留下来帮我打理店铺怎么样？大人您放心，瑶瑶一定尽心尽力。哎，行，我这累一天了，想休息。啊，我去给大人您烧洗澡水吧，你等等啊。嗯。啊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听闻大人是北方人，喜欢搓澡，让幺幺为大人搓背吧。不用。大人，幺幺想成为你的人，就成全我。皇后敏敏是大亲亲，长公主是二亲亲。花魁小桃儿是三亲亲，这样三妻四妾的目标就达成一半了。你醒了？你干什么呢？大人，您看，这个是我的第一次。傻丫头。这东西不准。大人，你不相信我？不是不相信你，很多女孩她是第一次，她也不一定流血。昨天真是辛苦你了，你今天要是累，就在家里休息。
大人，我不辛苦的，昨天有好多定金，今天我还要去进货呢。啊，对，我听说外邦人进京带了很多商品参加贸易，外邦有很多香料，你去交涉一下，选个时间我去谈判。大人，除了您说的香料和调料，还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吗？你喜欢什么就买什么，外邦人好几年才来一次，不用给我省钱。好，哎呀，我听皇后说，那帮外邦人趁皇上不在，敢进京招供，真是没把皇上放在眼里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仙界哥哥，那些外邦人说火锅是他们的地方特色，说我们是剽窃的。这火锅本来就是地方特色，但和他们民国有什么关系？可那些民国人还说你做的前线食物方便面也是剽窃他们的食物，他们要见你，说你可能是战乱走失的民国人。我操，这小偷国原来从古代就爱歪曲事实四处造谣，竟然说老子是民国棒子，这能忍？我去会会他们。不用去了，就在我来通风报信的时候，他们就在来御膳房的路上了，说想让你认祖归宗。他娘的，老子是他妈民国棒子的祖宗！哟，参见太后了。小子，说话放尊重点，明明是你们剽窃了我们的食物，你们竟然还敢骂我们？狗屁！听说过儿子像老子？哎，第一次听说儿子否认老子的。哎，第一次听说儿子否认老子的。此人素来低下，一定不是我国之人，看来火锅方便面之法一定是剽窃我国大厨的。呸，老子会做的菜多得去，这火锅方便面那是最简单的。这满汉全席108道菜你们听说过吗？棒子，满汉全席既然贵国的大厨自视甚高，何不让现场做一顿？刚好我们几人腹内空空，有些饿了。就是。这使节想尝尝我们御膳房的手艺，刘大厨陛下如何？哎，幸不如命。太后，我看灶台上正好有几样食物，不如叫贵国的大厨用这几样食物做一份如何？刘大厨想好做什么了吗？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？御膳房现在不是用膳时间，只有些备菜，而且还都是些素的。哎，大娘，无妨，我们做三香面。太后，饮食乃是民生大事，区区一碗面代表万世，不如让贵国的大厨和我们比试一番如何？也好让我们见识见识刘大厨口中的满汉全席是什么样。比就比，谁怕谁啊？刘大厨，不要乱说话，这民国使节是来友好交流，不是来跟你置气。为太后，小的绝不是一时兴起，我国乃是泱泱大国，文化底蕴深厚，岂能怕他一个大人？王孔小儿，我国王朝从不畏惧，接受你的挑战。好，传旨下去，3日后在御膳房举办厨艺比赛，促进文化交流，加强两国邦交。小的领旨。各位使节，这御膳房也看了，人也见了，那接下来就移步御花园去赏花吧，在那儿给各位准备了美食、美酒，还有美人。刘大厨，哎，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回太后，据臣的了解，这民国是以泡菜败，臣打算以这泡菜打败，用他们的骄傲打败他们的骄傲。好主意，我就喜欢你这份自信，放手去做吧。凡事有哀家替你撑腰，你只管赢得比赛。谢太后。哀家还要去陪这些民国使，你就好好努力，不要丢这个脸，你就好好努力，不要丢了哀家的脸面。哎，这些傻子民国人跟你比厨艺，
他们输定了。哎，这轻敌乃是兵家的大忌，我们还得好好打算一下才行。嗯。嗯，春天哥哥，嗯，这面真好吃。那我下面能不好吃？嘿嘿嘿嘿。嗯嗯，四姐，这大半夜的叫我来厨房干啥？你咋在这蹲着呢？快起来！你不是四娘，你是谁？不说话，别怪我不客气啊！你是谁？不说话，别怪我不客气啊！我是外国使团的，我饿了就来找点食物吃。不过你们这不是厨房吗？怎么什么吃的都没有啊？外国使团，嗯，我们御膳房的食物都是最新鲜的，当天做当天吃，这不会有存货，防止别人下毒。你是什么人啊？你来御膳房偷吃的，就不会想到遇到御膳房的厨子吗？你是厨子啊？那太好了，我好饿呀，有什么能吃的不？你来御膳房偷吃，还想让我给你做饭，就不怕别人砍了你头吗？你是民国的？你就是那个来联姻的民国公主？嗯，你猜对了。所以呀，我就算来偷吃，也不会有人砍我的头。这活物不能宰杀，这没什么吃的了呀。哎，倒是有鸡蛋可以垫垫肚子。鸡蛋？鸡蛋有什么好吃的呀？给你作为一个你从来没吃过。出锅了，这是什么吃法呀？好神奇！这叫以卵击石，要的是最新鲜的鸡蛋碰撞最滚烫的鹅卵石，要的是最自然、最滚烫、最新鲜的味道。哎，这鸡蛋又滑又嫩又香，软绵绵，香喷喷，入口即化，绕唇三日。你什么意思呀？你是想说我们民国是那个鸡蛋，你们国家是那块石头？我告诉你，你少指桑骂槐，我可不吃你这一套。就你这厨艺水平，想跟我们的御厨斗还有点嫩。哼，就是石锅拌饭加泡菜，炸鸡配炒年糕，古代的闽国的美食征服天下。泡菜这玩意儿啊，在我国叫做咸菜，也叫做榨菜，每个省有每个省不同的口味和不同的腌制食，但是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这玩意儿不算一盘菜。何等素质，竟敢瞧不起我国国宴！今儿个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咸菜。这坛菜复制了八国古法腌制工艺，道服陈檀香，采用的是精选上品乌江翡翠头，以二月的春风自然脱水，腌制后封坛，倒至乌江底，自然腌制而成的极品美食。哇，好香啊，好香啊。这榨菜啊，三年才能出成，八年以上才算极品。我这坛就是八年以上的极品。
你该不会只想请大夫吃这个吧？你个棒子懂个锤子，这极品泡菜就算配白粥，那也算是一道美食。嗯，好吃，开胃，果真是极品。比赛还没有结束呢，继续。我这极品泡菜不仅配白粥好吃，那配烤肉更是一绝。反正就一句话，我这泡菜可配世间万物。接下来这道菜更厉害了，取一片新鲜的蔬菜，再把我烤的肉往上一铺，再加一点我秘制的泡菜，哎，把它一卷，就像这样。嗯，这样吃的好处在于增加了烤肉的清爽口感，去掉了它本身的油脂油腻的口感，不仅好吃，还更营养科学。哎，不代表所有烤肉都可以这样吃啊，羊肉就不行，太膻了。嗯，刚才的榨菜呀确实是好吃，把这些食物的味道呀都给比下去，不知各位使节意下如何？我们的大厨可能身处于异国，准备的不是很充分，有机会啊可以请大家去我们民国尝一尝我们真正的当地美食。就是就是，我国的大厨准备的不是很充分，只能弄一些泡菜，这一场比试的输赢自然不能论英雄。嘿，还真是臭不要脸，凭什么我们赢了你们就不许输赢啊？乐，万一今天是你们赢了，是不是还想着怎么羞辱我们？什么强盗逻辑啊。哎，好了四里啊，这是国与国之间的事，这咱们当厨子的怎么能插嘴？咱们的任务是做好每一顿美食，这比赛结果当然是由太后来定夺了。好了好了，这外国使节来到我们这里也是长途奔波，能尝到如此的美味当然也是一件美事。今日的比试就到此为止吧，刘大厨回去领赏。多谢太后。哇，好香啊大人。快坐。尝尝我的肉。好。大人，你有点烫。给你量量。刘大厨不是很受皇室喜爱吗？你怎么住在这种小地方啊？公主殿下私闯民宅，是不是有失身份？我今天来找你，是有一件事要跟你说。我要让你跟我一起回民国，专门给我做饭吃。你很幽默。我是王朝的厨子，不是你们民国的厨子。再说了，我的去留，由得着你这个翻番小国说了算吗？我已经和你们太后说了此事了，我想她应该也不会为了一个厨子而影响两国邦交吧。一个统治者连他的厨子都保护不了，怎么保护一国百姓？你这个太后会答应你的请求？我可以给你豪宅美居两天千亩，无数个侍女和护卫来伺候，我甚至都可以给你国家皇族的特权，这些难道都打动不了你吗？我缺钱？在皇城这火锅店和香水店都是我名下的产品，至于美人吗？再美的美人也比不上我这小娇妻，她可是京城才貌双绝的花魁。姓刘的，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。行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会让你好看。啊，怎么走了？吃块肉呗。大人啊，要不向太后禀报一下吧，那个女人看你的眼神太可怕了，我怕她会疯狂做出伤害你的事情。
这是哪儿啊？我怎么被绑着？你什么时候把我绑起来的？把我放了！让你小瞧我，没想到会落到我的手里吧？你要干什么？我是大雕王朝的御厨，你绑了我，就不怕引起两国争端吗？我要把你带走，带到我的宫中，以后你做的饭，只有我一个人能享受。你个疯子，就算你得到我的饭，你得不到我的人。你说我是疯子，我分给你看。你他妈真大呀！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你要乖乖听话，我会给你很多好处。我错了，我不要好处，你放了我吧。我皇太后还要吃我做的饭呢，她一天不吃，她肯定会派人找我的。不会，她跟我的使节已经出宫游玩了，三日之内是不会回来的。他跟我的使节已经出宫游玩了，三日之内是不会回来的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我国新研制的一种药，叫蒙汗药，一般服用之后会睡上个三天，不妨可以给你试一试。不要，木架还没有试在人的身上呢。啊！你是第一个给我试的人，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感到荣幸。你不要过来！药效不太对啊，有点像春药。不要！给我吃的是春药，不想被强暴，就赶紧走。那你就成为我的男人吧，我会让你享受荣华富贵。一国公主竟然自甘下贱！啊！今儿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？也不怕被人看到？我被民国公主算计了，她给我吃了春药，给我招点冰水，冰水解脱。都已经到我这儿了，没有什么冰了，我都不能进去。什么药？先给我晾了。洗澡了，洗澡了。妍儿，万一留下印子，怎么出去见人啊？那你就留在宫里陪着我。要不要我去帮你教训一下那个民国公主？不需要。你是皇家的公主，你出面，你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，这个仇我自己不报。我收到了飞鸽传书，皇兄已经往回赶了，再过几日就能回到京城，那个民国使团就不会这么放肆。皇帝要回？哎，那是不是皇后也要回来啊？那是不是皇后也要回来啊？你这么激动干嘛？怎么，有我这个长公主还不满意？你想把我皇嫂的主意不成？你误会了，我怎么敢打皇后的主意呢？我在想，我进城接待他们，哎，觉得下面都不错。是吗？哎，长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，老奴是来找刘御厨。你怎么知道刘御厨在我这儿？你在监视本宫吗？老奴不敢，这宫里大大小小的事儿，奴才都一清二楚，要不然怎么能伺候好主子呢？说吧，找刘御厨什么事儿？民国使节想吃刘大厨做的饭，所以奴才特来寻他。
让他去做早餐。真是放心，御厨师给皇家做饭的，倒让他们指使上了。出去。哎呀，我就去给他们做几顿饭，过两天再来陪你喽。你可千万记得来看我，不许那么久。看心情。陛下，新年选秀要开始了，这是各地呈上来的纸王字，呈上来。今年就这么几个人？陛下，这届秀女都是万里挑一，量虽少，但个个都是极品。是吧？陛下，人家怀孕了就不美了，你不会有了新人是忘了旧人？哎，朕看那些女子啊，都不及你半分。你怀了朕的皇子，等孩子出生了，将来整个天下都是他的。哦，对了，我听太监说，爱妃最近食欲不振，还伴有呕吐。那让胡太医给你开点保胎的药。陛下。初期孕吐都是正常的，不能用药，药物会伤及腹中胎儿，最好以食补为佳。食补？爱妃不吃不喝，若是用食补，那岂不是陷入了死循环吗？可以让御膳房做些药膳，在调理身子的同时还能保胎。启禀娘娘，我是刘胜天，给您做了小点心。小莲，你去看看。是。贵妃怀孕后脾气很差，当心别惹怒她。很好吃，这什么？这叫蛋挞，以后御膳房每天会做几个给娘娘改善口味。有赏。多谢娘娘。哎，这御膳房做了点新点心，来给皇后娘娘尝尝，还望公公通报一声。皇后娘娘说了，御膳房的大厨可以随时进入。您可是皇宫里的大红人呀，在宫里当差，以后赶紧入章照应。哪里哪里，你来啦。御膳房做了点新美食，我带过来给你尝尝。你快看看，我这脸上是不是长皱纹了？岁月不败美人，皇后娘娘不会因为岁月流失失去美丽的。我知道你爱美，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？面膜。真的假的？虽然没有现在的好用，但是也还不错。你试试。你似乎很懂药理，皇帝喝了你的壮阳药酒，贵妃就怀孕了。你的酒可真厉害啊。是不是贵妃怀孕刺激的？不仅贵妃怀孕，我也怀孕了，只是没生长罢了。什么？我算过了，我怀孕的时间跟皇帝宠幸我的时间差不多，几乎吻合。如果这孩子出了什么问题，也不会引火上身到你身上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在想你的饮食要不要调整一下，我多帮你做一些有助于胎儿成长的食物。皇后娘娘，刚刚刘公公来旨说，陛下约你到小河边小聚一趟。河边？陛下叫你去河边干什么？那个河边是我和陛下第一次相遇的地方，许是他想故地重游。我在宫斗剧里看过，这去河边一般都会出事。你放心吧，在皇宫里没人敢明目张胆的伤害我。你去回陛下，我马上就到。是。你疼我了？来人啊！
哪来小子坏我好事，带上我自己。你小子不讲武德偷袭我。我让你知道、别打了，让你尝尝二十世纪的科技与狠活。放心，没事了，你中毒了，一个时辰之内必死。不行，给我解药。想要解药好啊，告诉我是谁让你来的，我就给你解药。这对没火锅店，那生意做不过你，派我来闹事。不行，不行，别打了，好了，谢谢手下。罗总，没事。你没事吧？当然我没事。什么味道？我给你焖了肉，现在应该好了。肉？看着不错呀。这块肉。盛天哥哥，我可以这样叫你吗？当然可以了。盛天哥哥，好好吃饭。不行了。饭啊，我还想要呢。不行了，真不行了。哥哥，男人怎么能说不行呢？就想要，瞒不了你了。大人，现在这手艺越来越好了啊！让我尝尝。真好吃。为什么来了？公主大人，你是我未来的驸马，我过来看一下。给本宫捡起来。你什么身份啊？敢和我的驸马坐在一起？公主殿下，我只是一个一级而已。云上大人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看来你还知道自己的身份。瑶瑶，起来，在我家没有身份尊卑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要真想和我好，就别摆出这副高高在上的模样。大人，公主金枝玉叶，而我身份卑微，我愿认公主为主。你不要在这儿卖惨装可怜，我在宫里见过太多的心机女，你这种段位的根本上不了台面。公主，我没有卖惨，我是真心的，大人愿意帮我赎身，这辈子跟您打扰了。瑶瑶起来，别让我再重复。行吧，既然我的驸马替你说话了，就饶了你。我跟皇上说了，我要嫁给你。皇上不会同意。是啊，所以我离家出走了。什么？我现在无处可去，只能住在这里，不行吗？行，当然行了。那好啊，本公主就去看看哪个房间能配得上。以后我不在家，你俩在一个屋檐下，躲着点，和脾气大。明白了，大人。新秀女的眼线已经安插，
皇帝身体强健了，自然去宠幸他。后宫乱抢，我们才有可乘之机。一定要杀了皇上吗？后悔了？你不会因为怀孕就后悔吧？我告诉你，你没有后悔的机会。你听到这，当初你因为皇上无法让你怀孕而跟我合作，就应该有心理准备。你放心，我登记，你就是王后，你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朝未来的储君，我一定不会亏待母子二人。恭喜恭喜，终于得偿所愿了。我也没想到，不知不觉就喜欢上了他。他的魅力大概只有接触过他的女人才能知道。本宫一向觉得自己眼光很好，这次也不例外。难道您就不生气我抢了您的男人吗？生气？可生气也改变不了事实啊。刘胜天和别的男人不一样，金陵本非池中物，我能用长公主的身份困住她的肉体，却困不住她的灵魂。公主殿下真是伟大，竟然可以为了爱情牺牲掉自己的身份，我真的很佩服你。因为我自小就很穷，更害怕这份幸福是假的。其实除了我们两个之外，刘胜天应该还有其他的红颜知己，放宽心些吧，要不然会被这小子桃花运给气死。早啊，宝贝们。哟，我们的刘大人醒了，一大早神清气爽，昨晚很是尽兴啊。你俩都是我的小娘子，一大早就拿为夫开玩笑，真是一天不打上房揭瓦。把屁股都给老子翘起来。我们才不要呢。公主，我们走。哎，小公公，这我这一大早来候旨，这都等了几个时辰，皇帝还没出来。你可知道皇帝召见我来是什么事儿？哼，哎，大人有所不知，皇上病了，御医说除了药物治疗外还需要食疗。病？昨天用膳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怎么这么快就病了？那小子不知道。陛下这是怎么了？朕的胸口闷得哎，好快了，这扑腾扑腾的跳。陛下一直身体很好，没有心急，怎么会有心急的症状呢？关公，陛下最近在饮食上有什么调整吗？没有没有，老奴都是按照陛下以前的食谱，万万不敢有任何差池。那陛下最近有什么特殊之事？倒也没有什么特殊之事，只是太子送了四位秀女一直陪着陛下。四位秀女？带臣来看看。传四位美人觐见。参见陛下。启禀陛下，这四个女孩身上有四种不同的气味，代表四种不同的毒，平时分开平安无事，一旦结合在一起就会引发血液中毒。一旦结合在一起就会引发血液中毒，这血液和血脉相连，就会导致心悸。好啊，到底是谁干的？谁这么想谋害朕？还埋下这么大的伏笔。来人，把这四个给我拖出去斩了。陛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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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杀呀，还要通过他们四个严师检验。陛下，这四个女子是太子物色的，微臣觉得太子权益最大。不可能，太子是朕最器重的儿子，也是我最看好的，不会做出这种事。谁这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好了，
不要再说太子的事了，朕的身体乏了，想要休息，你也退下吧。殿下，一切按照您的计划，外邦的军队已经集结在边疆，我们的人也抢过了皇城，下一步我们做什么？切莫轻敌，四方看似却经营了皇权20天，用外邦出兵，我们胜券在握再动手。遵命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。陛下，按照之前的盟约，我们古滇国使臣特来觐见，为促进商贸友好，我们古滇国帝王为您准备了良驹和美女，都是极品中的精品，请陛下笑纳。替我谢谢古滇国郡主，他真是有心了。自朕登基以来，你我两国建交至今，共享太平。陛下，你要保重啊，身体要紧呢。二位今日好好休息，可在这京城逛上一逛，看看我这京城的繁华。明日皇宫将设宴款待使节团。谢陛下。太子殿下近年来可好吗？我好不好，你们二位还不清楚。今日见了我父皇，你们感觉如何？有什么要对本殿下说的吗？你父皇的情况啊，其实并不乐观。我呢，略懂一些医术，观他面相，听他声音，仿佛未不久。你们国家不愧是美食大，这厨子做出来的糕点竟然能这么好吃，我做出来的糕点却让人难以下咽。既然你这么喜欢，待会儿带一下。感谢太子殿下。不知太子殿下皇宫的地图有没有绘制完成？这时间是不等人。不知太子殿下皇宫的地图有没有绘制完成？这时间是不等人啊。我自然知道时间不等人，这可是头等大事。能和太子殿下合作，实现改朝换代，是我们古滇国的荣幸。小心些，若是让他人发现，你我都会被捕，而你的国家也不了解战争。之前贵国派来的4个身份泄露的卧底，我已经用狸猫换太子之术将他们救回，并送往了二位的住处。至于这4人如何处置，是我二人国家的私事，本太子也绝不插手。太子殿下放心，我懂了。四朵金花，中国第一杀手，竟然没能弄死那个老皇帝，究竟是你们太弱了，还是这个国家的皇帝太强？公主，我们可以回国了吗？你呀、啊，为什么要画在脖子上？多影响美观啊！皇宫的地图拿到手，我们可以派人去请死皇上。我也有点肚子疼，而且手脚怎么发麻呀？你们中毒了！我是中毒的老虎子。谁能在我们身上下毒呢？我最近没有吃什么有毒的食物，只吃了正常的食物，而且太子他们都吃了。快点解毒药吧。这药不管用啊。这解药当然不好使了，因为我在你们饭菜里根本就没有下毒，而是根据万物相生相克的理念，根据你们的生活环境和饮食结构特别定制的食物。你们生活的地方高热，蛊虫瘴气多，所以经常服用一些解毒的丹药。不过这是药，
它就三分毒，所以我借此机会给你们吃了一些会让你们身体不适的食物。大爷，抓住那些人了，他们带着外邦人吃了你做的饭菜，全都倒下了。听到了吗？想活命，就和皇帝说事。混蛋东西，你有没有好好查？回陛下，一切证据指向太子，他有谋反的嫌疑。胡说！朕的儿子，朕最清楚。太子是很孝顺的。太子勾搭古建国，贩卖了个壮丽，谋取暴利，购置军械。闭嘴！太子是一国储君，将来整个天下都是他的，他不会做这种事情。父王说的对。太子，你真的要造反吗？父皇，你老了，也该退位让贤了。你真的觊觎朕的皇位？父皇，你太软弱了，对外政策软弱，对内也软弱。你不如把皇位让给我，我肯定治理的比你更好。你个逆子！你想谋朝篡位，想弑父王？父王，切莫把这么一顶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的帽子扣给我。只是顺应天命，要昏君退位。朕才是天子，朕才是天命，朕现在就要废了你这个储君，重立新君。朕的贵妃呢？惠贵妃可是怀着朕的皇子。陛下是在找我吗？你这对狗男女都该死！来人呐，给朕把他们都拿下！来人呐，来人呐，快来人呐！这颗人头就是禁卫军，你的人早就被我调走了。现在呗，都是我的人，到底退不退位？休个城堡！你是把本公主的护卫军封死吗？长公主，百官都入来了。刚你想到谋权篡位的时候，本公主就太子殿下，最近有没有注意你？混账！竟敢在本太子的饮食里下毒！啊！我可没下毒，我怎么敢毒害储君呀？是你自己疑心太重，这御膳房做的东西你又不吃，吃了一些不该吃的东西。啊！陛下，陛下饶命！我都是被他逼的，陛下，陛下饶命！好吧。启禀皇上，两个使节已经全招了，是太子和他的谋臣。该抓的抓，该杀的杀。是。刘大柱，你提前察觉了太子的法心，避免了一场血腥的皇宗内斗，救了很多人的命，可谓是立了大功的。你想要什么？陛下。臣就是个厨子。朕听说你在京城开了很多店铺，是个赚钱的高手。之前户部一直都在太子手里，现在很多人被下狱，户部人员有很大的空缺。朕就封你为户部侍郎，主管户部，你先暂时管理一下子。臣领旨，谢主隆恩。户部可是有很大的亏空，你可要费心了。陛下放心，我会努力的补上亏空的。不会是朕的共辅之臣的，朕看好你。老奸巨猾，竟然把主意打到我的钱包上。大人，省天。大人，你可算回来了，皇帝没有为难你吧？你要是再不出来，我就要杀进宫去问问皇兄到底要干嘛。大
这不是好好的、完完整整的回来了吗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好好过日子。哎，今天谁陪我睡啊？公主是135，幺幺是246，这周天我自己睡，今儿是周几呀？我要进宫去看一下皇兄，就先不陪你了。哎，啊，我去给他烧水。哎，你给我往哪儿跑？滚！啊，我不是本人，看来你干没让我给你一个。江南郡水灾。半个月之前被开除地方，运粮筑墙，应该事先早有准备。现在却死亡人数大爆炸，一把不肯收拾。陛下，江南郡水坝以后，灾民遍地，民不聊生。臣以为，无论如何，先赈灾再说。开放各地粮仓，以确保百姓不会聚集，分担周边府县压力。你放心的去。京城的产业会打理。详细。大人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我刚得到消息，灾区比你想象的更要糟糕，已经出现瘟疫，你还是不要去了。放心吧，我可是现代人，虽然没有抗生素，但有现代的抗疫理念。这场灾情还真得我去，才能把死亡率降到最低。那你路上一定注意安全。嘿，我走了。嗯，别想我啊。走，大风起兮云飞扬。陛下，户部侍郎已经回来了，正在殿外静候。宣，宣户部侍郎。陛下，此次赈灾一共筹集瘟疫50万两，均用在了灾民的安置上。不过，还是有10几万两的亏空，寻不到钱去哪。不仅如此，江南的府库既然没有粮食，都是一些掺了石头的粟米，根本没法赈灾。臣已将若干人群悉数押回京城，静等陛下发落。梁爱卿做事果然细心，快尝下来。这贪污的矛头直指京城，不知陛下是否敢让王爷上朝当面对质？你是说这次赈灾失误与皇叔有关？陛下，臣还没有确切的证据，所以想请王爷面对面对质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会跟皇叔说的。爱卿这3个月辛苦了，早点回府休息。是。宝贝们，瞧瞧谁回来了。大人，大人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你不在的日子我想死你了。我不在的日子过得好吗？我很好。敏敏呢？她在屋里呢。我去看看她。升天，你回来了。哟，这肚子都这么大了，看样子快生了。预产期还有2个月呢。不着急。哎，对了，你这次赈灾怎么样？没遇到什么难题吧？我查到了王爷头上，不知道这次皇帝敢不敢动他。我猜最后应该是找个替死鬼罢了。王爷镇守巴蜀，为了国家的安宁，不会有人动他的。这就是皇帝老儿该操心的事喽，还是操心我的宝宝吧。知道有人要杀我灭门，
说吧，谁派你来的？是不是王爷？哟，是不是在找后槽牙的毒药？是这个吗？在我这儿想服毒自尽，你没这个机会。大人，这个人好像不是王爷的手下，倒像是我那皇兄的死士。什么？我奉旨赈灾，查出了结果，皇帝要杀我？我猜他是不想解决皇叔，只能解决你。这就算是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飞鸟尽，良弓藏。既然他什么都不说，那就把他押到衙门，关进大牢。是是。此次赈灾，你名声最大，功劳最高。我那善妒的皇兄将你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现在你已经引起了他的猜疑，我想，我们离开京城是个好主意。你愿意离开京城？我连公主的地位和皇家的权贵都不要，更不会在乎什么身份。就算离开京城，我们也会越过越好。大人，嗯，悠悠本来没有家。是你给了我一个家，我答应过你，我会伺候你一辈子。好，既然你们都表态了，那我们就共进退。嗯，等到了江南，我就给你们办一场大大的婚礼，把你们一起娶进门。哎，对了，今儿个是周几，谁陪我睡呀？周日啊，大人您自己睡。啊？哎。以后周日的规矩，咱们三个一起睡。什么什么？走，来了，宝贝们。哎，哎，哎，各位，后宫出了件大喜事。怎么大喜事？刘大厨要回来了，应该是叫户部侍郎刘大人，他要回来亲自掌厨，为太后啊准备寿宴。如果能抱上刘大人的大腿，那以后可以在御膳房横着走了。他呀，可是历朝历代唯一一个厨子独得皇上恩宠啊，现在是二品大员呢。我不知道那个刘大人到底给你们灌的什么迷魂汤，现在御膳房我说了算，你们要怎么做还是放置。各位，忙着呢。哎呀，刘大人，您来了。哎呀，刘大人，我师姐啊，跟您是旧相识，就是吕四娘。哦，她现在已经嫁人了，嫁给了一个厨子。四娘啊，自从我当时离开御膳房开始经商以后，就再也没见过。没想到她都嫁人。其实我师姐吧是喜欢您的，也等了您很久，却发现啊您已经娶了别人，年纪也大，也不得不嫁人了。刘大人，嗯，这太后的寿宴马上就要到了，您想好给她做什么了吗？我当时是火锅起家，这次就用火锅做火锅。只是这些年火锅已经被各个厨子已经研究透了，难道你有什么新的法子？当然有了，到时候。我要跟你比厨艺。比什么？比什么都行。哎，这包子是今天的早餐。对，我问，我们就比包子吧。别看这包子简单，这里边的门道可多的，刚好可以用来展示厨艺。行。什么？行。哎，比试来。来，尝尝。哎，小心烫啊。嗯。这包子底下酥脆酥脆的，表面啊软绵软绵绵的。哎，太厉害了，刘大人。张大厨，尝尝。
赢了，我认输。哎，这次的比试不分高低，这张大厨能把包子包的皮儿包馅大，一口咬进去，那汁水在口腔里砰就爆出来，也是非常厉害。张大厨，你放心，我这次来御膳房不是和你抢大厨的位置。太后这几天寿宴，等寿宴一过，我就走。你确定皇上不是让你重回御膳房？确定，一定以及肯定。你想想啊，御厨四品，我现在二品，还回御膳房干什么？你们把这两个人拖出去处理掉。就剩下你一个，能换上大人的衣服。等下我会把这御膳房点着，这样所有人都会觉得你死在了这里，也不会再有人追杀你了。咱们这样草菅人命不好吗？什么叫草菅人命？当他们想要伤害别人性命的时候，就应该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。用他们的命换咱们一家子也是无奈之举，我们要抓紧时间了。如果皇上等不到他们回去复命，肯定会派第二波人来追杀你，所以我们得快点了。我不能猜，这皇后还在宫里，我得去救她。你，沈天，你，老将军，朕连夜召你入宫，是有要事要和你说。皇后怀的不是朕的孩子，这怎么可能？你可以去天牢问问你的女儿。臣教子无方，还请陛下看在老夫征战沙场多年，为国有功的份上，饶这小女一命。如果不是朕提前察觉，这孩子可是未来的储君呢。臣愿交出灵泉，告老还乡，还请陛下开恩呐、啊！什么？混账！不行，老臣让他收回成命。女儿啊！是人呐！混账！我的女儿！上天，皇上有交代，这二人从面谈，皇上留点颜面。家里重要的物件都已经雇了镖局，由他们护送去江南应该是安全的。这是我统计好了大家想要吃的美食和想要去玩的地方。从京城到江南走汉路要两个半月的时间，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可以好好的游山玩水了。这是我制作的旅游攻略，大人要不要看看？哎，没事，按照你们说的来。大人，嗯，你让我府里的京城产业我已经处理好了，能变卖的变卖，变卖不了的我交给钱庄打理了。好了，不要伤感，我们在一起那就是家。走吧，宝贝们。那我们接下来去哪儿？去哪儿？总有要去的地方。再说了，就凭我这一身厨艺，到哪儿不能立足呀？你匿名发表的诗集现在正在热卖，我想我们光收版权费就能赚不少的银子。另外，江南书坊还在和我们约稿，《秦僧录》要快点更新哦。看到了吗？我还是很厉害的。大人指的是哪里厉害啊？这不得问你们三个呀。这就叫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